住！这里是我们喜卡的领地，你在这里做，做什么？我们能不能快一点？是你说就在这里的？是在这里。根据我的解读，奈萨里奥把通往亚贝鲁斯的密道藏在山崖底下，藏在大地和流水之下，尘封了数千年之久。那么，让我们打开通道吧。下隐藏的元素力量，唤醒沉睡的长老，然后烧掉任何妨碍我们的人。天！真是优秀，他会让半龙人屈服于亚贝鲁斯的诱惑，释放出守护巨龙最畏惧的梦魇。来吧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，让奈萨里奥的后代夺回他的力量吧。在听你吹嘘自己怎么单枪匹马杀了恩若斯之后，我还以为会有什么看头。那是团队合作的功劳，是你无法理解的东西。我们是黑龙军团，这很重要。奈萨里奥绝对不会输给这种敌人。拿你自己跟亲爱的老爸比，如果这是你的志向，那看来你的本性就是这样。父亲，等等，父亲，对，我就知道后面那个东西看起来很熟悉。在开始之前，我知道我和赛伯利安的关系确实很紧张，但我们刚才的行为实在是太失控了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古怪，有不明的东西在考验我的心理防线，它在我的脑海中蠕动，让我非常焦躁。我会找时间和赛伯利安谈谈失控的事情，只要扯上他，事情就没办法简单带过。我向你们两个道歉。你们这些小朋友，只要闻一闻就会明白了，言语会伤人，但鼻子不会说谎。好，用这些肉块设陷阱的话应该行得通。那头巨型深岩波石怪会被气味引到我们埋伏的地方。看来我真的太老了，一个人很吃力。我们先喘口气，重新旗鼓一下。
你闻起来好像大地表人。你把那个大家伙利落的解决了，要不要我教教那个喷古龙水的家伙怎样处理深岩波石怪呢？我是黑龙、啊、我跟你说，其实我很擅长野外活动，我就算闭着眼睛都能处理好这家伙，有因必有果。这个看起来像父亲制造的零件，我不会失去理智。等等，勇士，在你走之前，我觉得我应该先道歉。我刚刚控制不了我的脾气，老实说，那一刻我想起了父亲，但我的本性并非如此。这地方有什么东西让我一直分心？这就是为什么菲拉卡能够这么容易就击败我们。我保证下不为例。他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，他的攻击毫无前兆，我们应该能想出更有效的策略，只是有东西一直害我们分心。那些低语，对，那些低语会在重要的时候干扰我们，但我在人类形态的时候会比较小声。此外，我还发现了父亲留下的记录，他提到一座名为亚贝鲁斯的实验室，有个碎裂火焰军的士兵被他们杀死了。奈萨里奥，怪不得沙卡瑞斯会在这里。我要去找这个亚贝鲁斯，一个人低调行动。诺西扬，记得要躲好。欧兰提亚女王提到附近有个神庙，会不会跟亚贝鲁斯有关系？可以请长老密毛帮你带路，他很厉害。的确，他从深岩波石怪手上拯救了塞伯利安，你真该听他那时叫得多惨。哼，我可以自救，不用其他人帮忙，不像，切，和那个龙崽子比来比去，实在太蠢了。千万小心。哦，长老密毛，我正要跟你说，库贝洛斯去了遗址后，哦，就不见了。他跟他的地表人客户被绑架了，哦，就是那些闻起来像灰烬的鳞片人干的。为了我的小呱呱，图贝罗斯当然可以跟我来，我带你去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地方。泰坦放弃了南边的遗址，但父亲占据那里，取名为纳克斯科。真的假的？父亲真的把这个东西藏在纳克斯科？我一定要得到它。最后，我从研究发现了前往亚贝鲁斯的线索。这个泰坦遗址就在附近，里面有奈萨里奥所有计划和基础的副本，我得进去。这些低语让我看穿层层谎言，现在我自由了。只有我最信任的部下准许进入亚贝鲁斯，关键就藏在纳克斯科。哦，你需要介绍吗？哦，感谢女王，你解放了我们。啊、哦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啊，勇士。哈、哦，真的是你吗？能再次看到你真好。我们得离开这里，我能闻到我的曲酒就在附近。你的曲酒？我是说我的算了，跟我来就对了。
还有好多事。虚假！我就说我闻到你的味道了。寡妇，你是对的，我还以为永远都不会再闻到你的味道了。我以为曲酒是什么食物，怎么会有人用这当昵称啊？不是，我不是故意要打断你们的相聚，不过随时为你效劳。勇士，我们得前往遗址，其他人最好回去落幕，比较安全。什么？感谢提醒，但这边有大瓜牛、毒蛾，还有碎裂火焰菌，我还是跟你们待在一起比较好。还说，你是谁？为什么你可以发号施令？我是龙队指挥官安珀沙，然后这位是厄比西昂。好哦。哦，你们真的是人吗？我没有恶意，但我以为你们会更魁梧，或者看起来更凶，你懂的，龙类嘛，反龙人之类的。我是说，你真的很了解牛头人，你看起来就像牛头人，闻起来也像，而且，好，我不说了。但如果你们要去泰坦遗址，那我就是你们队伍的不二人选。很了解泰坦，你有看到那边的图贝洛斯吗？也很懂泰坦。泰坦专家是吗？我们说不定需要你的知识。如果要留下来，别离我太远，我不希望你们遇到危险。